哎，咖啡喝下去了。对，我们刚刚是鸢尾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这一支是你强哥刚入手的，介绍一下。这支汤富叫做广藿绝对，汤富里面比较黑瓶的、啊，黑瓶里面有什么黑之黑有没有？对，那个是那个叫乌木玫瑰。嗯嗯嗯嗯。好，然后还有什么？乌木玫瑰还有什么？烟草的。Tobacco 烟草之类的。对。哦，就是黑瓶。对、嗯。然后这是其中一个比较经典的项目。好、啊，给你猜，你猜、欸，你不是要猜吗？我猜，这个应该比较好猜。对，老板这边也有那个汤富黑瓶啊，这边啊，这个汤富黑瓶。哦，这个、啊。好，那这边。汤富风物。哈哈哈！哎，然后还有一个经典的哦，这个，这个叫做什么？它这个叫做 Tuscalade 的。维园学你帅气起来了吗？啊，帅气！谁把它丢地上？那这个也，可我可以这来这里来好了吗？我可以丢吗？这个不可以丢。哦，对，像这支汤富的什么 Tuscalade 的 Tuscal 的皮革，对，非常好闻。OK， 这也是必收款。然后我看到老板这边有两只，是，但是他没有这支啊。对。对，好，那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支，为什么你会想买这一款？这一款我们镜头再走一下好了。Patchouli Absolute， 对，绝对的 Patchouli， 绝对广藿，哦，意思就是别的广藿都不是广藿，这一支是绝对的广藿 ，OK， 老板应该可以把汤富买下来，因为汤富一个品牌叫做。Fucking fabulous！ 那刚才讲的是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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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话？对，来，好 ，OK， 好，那我来解释一下广藿这种东西。广藿这种东西哈，嗯，刚才啊，我们有提到什么广藿玫瑰啊，广藿这个它就会有点药感。对，嗯，对，如果你很喜欢有一些药感哈，好，你就可以去找这个主题啦。嗯、然后另外有一个什么什么。雨后当归哦，哎、欸，那种东西也是类似当一类似药吧 ？OK， 对，嗯，对的东西，类似药感这类的东西。好，好，我先试试看。好，主人先试上。嗯，我不知道会怎样。哦，嗯，嗯，哦，找一下那个。对，这里对，有吗？好，可以。是不是？还没，还没。雨后当归是不是又来了？哦，有没有类似？是绝对，就那是绝对广藿哎。对、哦，是不是？不是啊，你只要是东方新香料、新香感，嗯，不是当归，要不然就会广藿丢进去，你知道吗？嗯嗯、然后就会有一些药感，你知道吗？是，对。哇，然后再查一下它的那个香调。对，它变化得很快呢。接下来后面走皮革了，嘿呀、啊，他现在广藿的味道一直在变化，嗯嗯嗯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嗯，药感还是在，然后皮革带出来，对，哦，草药感，而且它的等于是药材是很丰富的哦、嗯，所以啊，本来我之前还在考虑另外一家 FM 的那个。雨后当归，雨后当归，对，嗯，没想到就它的效果可能会比雨后当归更明显，嗯嗯嗯，对。好，维园说一下现在给你的味道，我现在已经有点泥土感出现了，我有点闻到皮的那一种，就是那种皮革的那种皮味，就是你靠近闻的那种，啊。靠近闻皮革的味道，对 ，OK。然后其实我有想到那个什么 Deepti 的那个广藿那一种，那只那什么 ，Volta 汤维什么的，坦博是不是？坦博是有茶香味不是吗？好像也是广藿味。啊，对对。然后还有那个 TT 的那个烈，哎，不是烈武，那个大熊座 ，OK。大熊座更苦了，所以哦，像做。
东方新香料、新香感的这种 的香水啊、嗯嗯嗯，通常一般人闻的那种结果就是说，猛男、肌肉男，猛男肌肉。嗯，我没有这方面联想。但我看到，尽量不去想，我看到这些文字，就是人家上面都写一些香瓶，对不对？都会往这些方向哦，真的走、啊，对。Okay. 我不会呢，我永远想到都是美女的画面。对啊，他穿着皮衣皮裤，是不是？金肉妈妈？我觉得不是，我觉得他是刚去迪化街的市场，那个草药市场帮。帮那个儿子抓铁药回来这样的、啊，嗯，很有意思，很有意思。我可以说我有闻到有一点骚味吗？有一点动物的骚味的，有一点哦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有一点，就是、啊、对啊，就皮革的一种骚味啊，对啊。我刚才要讲这个，我就讲不出来嘛。哦，皮革的骚味，就是有些皮革会有一种。就是微微的那种骚味燒哦，有，对对对，你知道那种皮革的。但是我说的是动物的骚感，不是说动物，欸、动物我是觉得，对，动物也有，对，有。所以我提示一下大家那个香气味表啊，好，它上面是有广藿香、月桂叶、迷迭香、愈创木、沙草、开斯米木、铃铃豆香、蛮常听到，橡木苔，然后琥珀 ，OK， 麝香皮革，麝香哦，皮革嘛，对、啊，其实麝香，麝香会让人家感受一点动物味、荷尔蒙味，对对 对, 对, 对尤其是那个 FM 的那个狂野麝香啊，哦，那那个荷、哦、那个喷上去荷尔蒙爆发，嘣啊，一股骚味，你知道吗？对，那真的是。然后另外一个部分，你可以说那是叫做 saturated， 就是比较性感的味道，是感性的味道。嗯，但是那个就真的是有点动物的荷尔蒙的味道。OK， 然后我尽量不要用骚这个形容词。是，但是确实味道呈现就是有一点骚味这样子。有，对对对，原始的欲望，对，是不是？难道骚就等于原始的欲望吗？不一定，因为。因为这一款我没有想到欲望，我就想到动物，嘿，是，对，是，我觉得他这个穿上去你就变狼人了，哦，哎，对，觉得什么场合合适？委员，以一个香水不会形容的吉祥物来看的话，你觉得什么场合适合穿这件？这个、哦，嗯。我觉得这个、哦嗯，这个你就是到那个啊，就你运动的时候，你展现肌肉的时候，欸、你就拼命喷发你的汗水的状况就出去这样子啊。啊哦、那个走过去闻到很性感啊，哦、真的吗 okay, 真的吗？要不然怎样？好哦。对，那你觉得呢？你觉得你想要在什么场合穿它？我觉得，比如说你在跑步，嗯，是不是？哦、你知道自己喷了，只要跑步就出去了、啊。是，对啊。Okay. 那维园呢？我觉得什么场合？刚哥已经帮你挡了那么久了，居然还是没想法。喝酒吗？喝酒？喝那种威士忌那种？哦、我看是阿比，我觉得是阿比，阿比吗？阿比的草药味？我背包了吗？我背包了。其实草药味是迷人的啦。对啊，草药味。对啊，嗯，像我们那个，像什么？有一些调酒，像 Canberry 也是草药做的酒哦、啊。对啊。OK、欸。我觉得这个草的味道跟泥土味道越来越明显哦。嗯。哎，现在已经转到中间调喽。啊。我那个青草泥土地的感觉出现了。是。哦。是比刚刚又更顺哦。有。更好闻。有。是。越来越喜欢这个味道。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有那个野性的感觉。嗯、野性。So why?是对，一开始要征服你，嗯、对，那后来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确定是，这绝对是男香啊、嗯，对，绝对的男香、啊，绝对男香。然后它是一种野性啊，具有一种征服感、啊，没错，有肌肉的线条的味道，没错，就是那种感觉。我一开始就感觉就是它就是一个征服感很强烈的味道。对，好、哦，然后现在是被征服了，已经躺在地上了，啊、已经闻到草地跟泥土地的味道，我的啊，哇，爷什么了是不是？爷什么？爷什么？哎、欸，
荒野求生记。哦，结果这会让我想到，就是你说野外嘛，就是很像，哎、欸，算我是蛮想看，很喜欢，很想看洋片了。其实我有想到啦，我喜欢的，我觉得那种荒野的野狼，你知道吗？那种动物感，对，其實很对，你叫两声狼叫来，你生活喂，好，来河源，嗷呜，为什么我要嗷呜？我真的，你这是狼，狼被踩到脚，对，嗷呜，哎，真的耶，哦，哎、欸，真的越来越，可是越来越赞哦。我是，嗯，我说，我会想到就是，哎、欸，如果你把这个穿去夜店会怎样？这也是蛮猛的，你可能会吸引到很多。加上你的，你可能会吸到很多男生哦、喔。就会让人家感觉很猛的那种感觉。对啊，对啊，嗯、是不是？就算人不猛，味道都已经猛起来了。然後大家都这样子。哇哇，真的很像保镖。嗯，我们要不要找那个新地来看看女生闻的？对啊，说这是什么味道？借他们喷一下好了。好、啊，对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你们要在这边撑一下场面哦。好，要讲话。要撑什么场面？其实你可以卡断啊，这边可以卡断了，不会啦，不会。嗯，可是我是想到就是那种美国那种电影，不是都有那种荒野，然后开一些荒野大镖客骑马吗？就是骑那种开肌肉车的那种啊。嗯，开枪吗？不是啦，就是他们不是喜欢开那种互相背对走20步，回头开枪。不是啦，好的是，哎，开肌肉车那一种啊，我觉得蛮有那种画面。他们说、欸，如果男生喷这一支，他会喜欢这个男生哦、喔。哦、嗯， oh, 对，所以还好我刚好喷这一支，回头率是高的嘛。对，已经默默的喜欢了这一支香水。哇哦，哦，其实真的不错、啊，算一算猎奇算成功，有成功。有时候猎奇会很失败、欸。我一开始有一点不太知道怎么讲，因为太强了。嗯，他蛮强的，强悍哦 ，Top Guy。Top Gun，、嗯、好大一支枪。Top Guy， 但是中间调就开始柔美起来、啊，不是柔美啦，不是柔美，不算，就是、舒服了，开始舒服了。哎、要有牵前戏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很有青草跟泥土的味道？是蛮有画面的，很野啊，很有野性。我觉得真的很有野性，很有野性的一支香水。Okay， 好吧，对啊，那你们就不要再掰了。我们还是要后调之后再来补拍一下，好吗？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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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待会见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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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黄野麝香，黄野麝香。Yeah。 然后我们刚才有讲到说，黄野麝香、哦、如果你再喷在纸上，直接闻，跟它晒，你会觉得他妈的，我花这个钱够值得吗？可是你上身之后，真的是不一样的味道，完全不一样的味道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是把它喷在纸上面，看看有没有晒的味道。味道怎么样？我是觉得不会啦，哎、欸，不会啦，哎呀，黄野麝香，但是这个真的没有在纸上，荷尔蒙的味道不见。对啊，没有那么狂野。欸、在纸上，它就是平铺直述的哦。对，广藿香就这样子，没有什么。是，欸、可是，在身体上的变化就一直在跑，一直在跑，一直在跑。嗯，欸、真的，分子的变化一直在跑，真的有差，有差哈、哦，有啦，有差。所以为什么我尽量拍的时候都还是要喷在身上？是，你才有办法立体的感受。所以其实我们也没打算跟你讲什么后调啦，我只是要跟你们说，我只是想说的是，其实啊，像这类的。香水把它放在大家一起排一排，嗯，然后大家来欣赏一下，然后比较一下，是蛮有趣的。哎、欸，你就一排猛男，你知道？对，哎、欸，一排猛男的香水的香水的香水，嗯，对，我觉得很好玩，非常有意思。对，對真的，你刚你刚刚讲一排猛男的时候，我差点不知道该怎么接，我就没讲话了。我只差点一头，天哪！不是一排比基尼的那一种吗？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的。草感跟泥土感越来越明显，而且已经闻到了
草都有一点干枯的那种干草味，嗯，是不是很赞 ？Yeah， 还不赖，我觉得这个 Emily 说很赞，非常有画面。哦，我的跟你一样吧？你有喷吗？这里啊。哦，老板。哎，对嘛，你带我比错地方了。老板，我又想到另外一个那个主题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们味道有一样，有一样吗？有一样。哎、okay, okay, ，你说，我们要不要？我们要不要？嗯，找找看看那个、啊、对你不是说要上街吗？对呀、啊，我刚刚就是想到这个、啊。上街，我刚刚就想到这个、啊。我们东西，我们要拍外景啊。哦、对啊。他说他喷完之后，欸、然后随便找个路人，看看会怎样。哎、欸，他应该会被扇巴掌吧？欸、我们很试试看的、欸。像我不是我说的户外是都没有人的户外了、哦，就不会遇到对被扇巴掌的机会这样。可是大家想要看哪一种是没有人的，等我还是很多人的，不是想看很多人的在下面留一，对，然后想要看没有人留零，对，零跟一，我想我先人数到一千人，订阅人数到一千人之后，嗯，我们再来，那时候有一千人也表示有一点。微薄的小知名度嘛，哦，那个我们在上街，即刻询问这样子，嗯、好不好？那最更老板要跳了，对不对？当然了，因为一千人就跳一次要比一次更突破嘛，对对不对？对，一千人就跳，跳什么？啊，就上街。对啊，一千人上街啊，啊，我们可以陆续开始出外景这样子。啊、我就跟翔哥说，我们就开车，然后嗯。就带一支香水、啊，我们今天就去某一个地方。我去的地方只会狗奔过来，马上来冲啊！一堆野狗追过来，然后你就闻到了，你就闻到了绝对广藿的后调，就是。那你要喷这支？就不是，就是躺在。这道是野狼的味道，你去狗很多、哦不是不是。为什么要喷？因为被狗追之后就躺在草地上倒下来了嘛，就闻到草跟泥土的味道，就是被狗咬了。这么贵的香水，真是的，好吧，好吧，好、okay, 哦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对，好，没什么好收尾的啦，对，这两个讲不下去了，对，不是啦，真的很厉害，它的味道，对，就是维持这样子，对对，对，所以你看香瓶也都是讲说是一个很强的男生的荷尔蒙的感觉，其实他们比较正派一点啊。他会平铺直叙的说一说， okay, okay. 可是我们真的上了身哦，真的是不得了，不得了的特。对啊，我看翔哥介绍还没有像这一支这么的狂野。嗯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各位，谢谢，拜拜，拜。